我看到了台湾媒体啊有报道啊，那么说这个人是所谓远景基金会邀请去的啊，那么最近啊几年来啊一系列啊这个对外勾连的活动啊都是民进党当局啊通过远景基金会搞的啊，所以远景基金会啊已经被我们列入了啊这个惩治名单啊，所以我想啊，那么这次事件后如果属实，我们啊还会给他记一笔新的账啊。第二呢，这个大家也看到民进党当局啊实际上是在花啊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啊，去收买一些啊下了台的啊反华政客啊，到台湾去啊上演一出一出的啊意外谋独的闹剧啊。但是他不论花多少钱，不论怎么折腾啊，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撼动不了啊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啊。谢谢。